啊，水，水忘记拿了。等一下，调一下镜头，原来这么歪哦，刚没注意到，抱歉。这样好Hello, my 早哦。
太久没打了，现在我打一下 DJ Max， 晚点再打风扇。啊，前几天忙少前，天昏地暗，下班了，辛苦。お疲れ様です。苦痛三温度303，真的假的？哇塞，这个游戏虽然我还在红脸啦，因为前两次加200分上来，它温度是照上期打的人的那个成绩来决定吗？如果上一期大家打得比较顺的话，是比较，然后这一期就会比较高温，是不是？觉得如果照上期的，哎呀，一讲话就断。不同天气应该不能这样照上期的。虽然这两期我都很弱，就是刚好都是我不行的。角色装备平均值还有分数，所有区间玩家平均跑出来，所以不见得是说啊，上期大家打比较高就会往上升，可是逐渐往上升，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，这个是确定。我们都看着看着苦痛三重，270、280、290到300，真的是看着他升起来。对啊，逐渐往上升是一点，毕竟圣痕嘛，开放能制作的圣痕越来越多了。不知道女娲什么时候开放欸。好想做女娲哦。Can you feel the rush now? Ain't nobody bringing us down, down, down.
打蛮顺的哎。我把红色的按成绿色的了啦。看什么时候可以接。K 龙的 T1 机 ，K 龙的 T1 机，异能物理输出。S 机械雷伤，技能组很凶，虚速火伤辅助，同规格的辅助，我个人还蛮喜欢那种背景辅助的，还蛮喜欢那一种，就是不用切换人物，只差不是在后台发动哇，可惜了。孔明婆没有啊，最近发现，应该说最近好像找到诀窍怎么驾驭这首歌了。SC 我们先不讲，那个其他难就是普通难度的已经开始可以打。按太快，怒锤！我记得叫妈杯的时候，歌单里面有这一首，那个时候我非常怕，虽然一开始被 ban 掉了，那时候超不会打，就算只有十三等，那时候觉得跟这首歌犯错，普遍不困难不复杂，但是就是打不到。
嘛，还是很难就是了。至少敢打了，以前是不敢打。不过讲到关心，我唯一没有让他挂后台的时候是那个打时钟王，尤其是那二阶段，不是要拆那个，要拆他的时钟吗？我就会一开始，因为有关心三 S 嘛，所以其实SP 蛮好集，先让他集到125这样子，然后等时钟王到第二阶段那个时钟出来的时候，直接给他打下去，帮忙拆时钟。我顶多做到这种程度吧。不过拆时钟好像迷迭也蛮快的，因为段数高嘛。段好难，后面这边 P1 直接秒掉，是哟。Hello， 他都喜欢哦。键盘被锤过还 OK 吗？可以看看，可以看看我。我这个左手位移的部分，没有啦，被锤过的 ASD 已经不能按了，所以我移到 FGH 这样。棒。
啊！手指太肥了。是等一下要更新吗？我突然想到，是不是14号嘛？我看一下，跳一下窗，是等一下要更新15？September 14哎，是14。我看2点到3点一小时，所以是等一下，应该说50分钟后，妈，50分钟后，差不多，呵呵，可以换游戏。瘦手指，哎，我真的想知道怎么瘦手指哎，因为其实。其实我从以前我的手就被说，不是被说，我自己有感觉，婴儿肥。这就这件事情来说是真的。说那个冰霜督军吗？冰霜督军好像一直浮空，他就不会那个吧？我之前打我用那个心眼打就是一直碰碰碰击，然后他就下不来就不会放，是这样吗？这个 SC 齁，之前有看人家打，我应该是会被卡住，但是 Messi 嘛，应该可以拼个趴数试试看。SC 那个太癫狂了，癫狂。卡住了这个东西，不然人家最后可以来试试看 SC。看能撑到哪边。
好难抓啊这边。87%，今天怎么打999的？
应该可以打上去啊，这首。多练，多练。对啊，漏的地方我觉得只有那个进副歌那一段，我觉得那个漏的是心里有底，就是真的没有接到。但是其他我觉得要的回来才对，要的回来才对。啊，天梯可能要这个礼拜找时间打一场。之前就记录骂，可以的话是最好了，但是这个不会去强求。如果今天没关系，我觉得今天打也是 OK 啊，因为反正也不会出100%嘛，反正现在不会出100%的，现在这个歌单不会出100%。太难了，所以没关系。那个有没有破纪录？没差，有差的就100%。因为中秋节我不在，我要返乡。所以算算时间，该差不多了。看一下。9月8号，9月14号，6天了。对啊，一个礼拜。好啦，输也不会掉牌，就这样了。看，全部都紫色的，怎么打？中俄外星人
输没关系，输没关系，不要紧张。One, two, three, four. 还真的，哎，九二好像比我原来高。是不是只有我好像听到歌词喊？我也会，你并不孤单。Yeah.
好，不用紧张，没有100%，不用紧张，没100%。第一次为没100%感到欣慰，一个90%，好难过。赢有赚，哎，一个90%。有赚的啦，左手按到蓝绿色的。我打了。
没有换过来，那一段打那一段的时候，还有一次在打六 B， 忘记有红剑和绿剑。哦，还没接有这一首，接的是哪一首？有一首接的，有一首失误的接的。啊，对啦，这种的。
啊，是 K 什么的那首接的。还有15分钟。Why？ 还是两颗。看一下时间，最后要打那个伊卡之奇 SC。这么难哦，这一首。Thank you.
差不多了。一卡之情，之前看别人玩都是阶梯耶，那时候都是阶梯耶，这首其实都是阶梯耶，看我们可以撑到哪里才被卡歌啊。是江湖的啦，真是意外。1600，1%13，我就胡。对啊，那个长鸭都很刺激耶。吃一趴还好，有时候是提早抬起来就断炕。100%，马上就没了。这首是8B希望哎、欸。
来，哎，没了。搞错手，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很顺，昨天打了一次一，一次二，哇，59分了，那这就是最后一手了，准备换游戏。好，换游戏。昨天就有一个啊，就很顺啊的概念。